好了，就在前面稍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桥头吗？对，就桥头，桥头右边。急救包准备，免得出事。先打个这个。哎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。帮你看你的血条。啊，这个还没问题，应该还可以这么打。这是几格啊？直径应该在六格左右，直径六格，直径六格还是可以这打也红是带，蛮小的，打大包打大包，还是可以打。打大，大包一般是先打大包，打大包吧，求你了，打完大包然后打瓶药，打瓶可乐。对，掉到中间的时候应该就要打打。打到痛吧，再打，打打打，开始。一个绷带，一个大包。哎，刚刚没打上吗？哦，打上了。就待着，就待上着，不去，打大上包，不打去，大上包，不去。别上去，别上去。还是可以一个绷带一个大包的，我不用那么神啊！如果你打比赛的话，这么小圈都快结束了。这个时候不就不能了，因为他好像他毒往前递进，你知道吗？他毒往前递进，然后离我稍微有点距离之后，他的毒会稍微疼一点。我们对如呀，果对离毒呀。近一点，我们就一个绷带一个大包。一个绷带，一个大包，喜然欢后这样喜欢，但到是后你面不的用话，那么神。其实一直打大包就 OK 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一直打大包就 OK 了，到后面。就很脑残，我真无语啊！打得好呀，打得好呀，打得好呀，打得好一呀，根烟吞多余了，打得好呀，打得好呀，打得还想好呀，看我们打包的。打得好，坐牢啊，坐大牢，打得好呀，打得好呀，别叫！打得好呀。会记住我，我摊上这个会记住我，打得还打好不了，打了？不打我。说这个圈，看到看到看到，在群组啊，但你这离这个毒圈特别近。还能打不耐了你？不要打分担，不要打，等一波。能稍微打一打下大那个包，绷带的。时间够啊，够得多啊，来嘛，绷带，三个绷我带。跟你说，你这个扛毒要分很多种情况的，你不一定有离圈那么近，懂吧？你不可能说每个位置你都去扛一次毒吧？那你那得再扛多来一少次把，啊？别，你说你现在离圈近，那你扛毒肯定没有离圈远的痛，那你总不能离圈远的你再去开一把吧？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分情况的。好，把这个变。OK。过程中吧，这个大包打的过程中没法切绷带，很烦这个东西，莫名其妙的。要说完跟我说啊。你要不把那个，不行，直接打。快说完了，打药打药打药，打药打药，不完行了不完行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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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喽！他这个毒圈的话，刚开始还行，到后面就有点远了。那个距离多远？刚刚那个距离多远？能不能看死亡回放？那个距离是多远？可以看死亡吗？我这没有死亡回放，就观战对手。哦，那个距离有多远？有100米吗？就我刚刚离那个毒圈有多少？有200米还是300米？